我们上次有没有这样练？就是都是有这样的推。有。你再推一下。好，这样这样这样。一开始下去是只有手这样，不要用力。对对对对，好，这样先这样。啊，你先练拍，就是说先练这样，然后拍上去不要用力。嗯。先放好，然后拍，那再抬手再拍。好，你再次。好了，就是说你要用，像你是肩膀抬手。放松，放松是，你拿着，就是说譬如手放松就该有重量，哦、那你刚说有点只有这样，嗯，所以我意思说把重量放上，对对这样子，所以是对你来说这样很放松嘛，很颓废的感觉，对，就很像洗头发，它会把你头捧起来。然后我每次都会僵硬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他们都叫我放松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哦，所以你是很容易紧张的？不是，是我会不想把让人家觉得我很重之类的。哦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对对，是要这样子。好，那就是要让就是那个意思。对对对，所以要很废的感觉。好，要很废。好的。对对对，就这样。要让人家觉得有重力。对，好，所以哦，好懂，好像懂了，嗯。好，那再来就是，我觉得这个好，那所以我们要做就是这样，这样以后然后往下推。嗯嗯嗯，再来，就是应该是慢动作，哦，慢动作，对。这样，要慢动作，因为我们拉琴的时候是噔，那个后面的声音这样，你要控制就是停住的那个点，嗯，要停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看，停在这里。对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再来，这样，然后推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好，那你等下推有点，就是这边有在用，是要从这边，哦，好，就对，这样才对，嗯，好，那再试试看，那你自己推，啊，对对对，对，要这样，对对对，所以它是这边。我帮你拿紧啊！好，等一下，你先停住，到这边，放松，嗯，先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，再停，先不要动，停住。好，然后甩下去，对，要停在这里，就是从这里，然后从这里到，然后这边这一段，对，然后下去，对，这样。等一下，停住，好，然后甩，然后。哦，不要急，先停在这里。就是说，你要先很熟悉预备的位置。嗯、我觉得你有点抓不到预备的位置。对对。就你每次下去的地方都不一样。等一下，那这样手会很累吗？不习惯。好了，下去。那这次比较好了，我帮你推。等一下下去的时候这么推。哦。因为比较高，比较难推。对，这声音就对了。像拉法跟你刚刚是不太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，因为 我每次拉都没有，就是我自己有发现每次拉状况都不一样，嗯，然后我就只好多练几次，练到状况好，可是下一次练又打回原形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，就算了。可你这样不用，我说有没有办法是用一些什么指令让你记住，就是哪里用的？第一个你说预备高度预备，这个我倒是不知道，嗯，可能可以用看看。好，然后那下去之后呢？那个下去就是顺着推啊，嗯，就不要用力。然后用这边，因为你说我会用力，嗯，就是不能用这边用力，要它其实要用力才会动，但是不能用这边用力，要用这边用力。我要用那个，嗯，就是像这条绳子比较高，你把它压低一点。哦，好。等一下，然后那我现在把它转过来，嗯，所以你的角度要调一下，是朝这边。嗯，你腰稍微弯一下，你这样不错啊。所以角度问题，那要可能要下腰一下。这样不错啊。我知道了，要弯腰一下。所以这没有协调力，就是腰下去才会演出。我说你不会感觉到自己身体怎么样调整会比较。不会，那个，老师这样讲，我会比较。